大家好，我是本期新闻种草官张素，今天要跟您说一说容貌焦虑怎么破。那么最近在脱口秀大会上，有一位选手叫徐志胜，他凭借对自己外貌的嘲讽在网络上走红，引发了大家对于容貌焦虑等话题的关注和讨论。其实容貌焦虑并不是新话题，但是这位演员能凭此迅速出圈，反映着容貌焦虑的确契合了当下人们的某些生活感受和心理状态。比如大家打开社交媒体，不管是明星还是网红，近乎清一色 PS 的完美照片，常常令围观者感到自愧不如，丧失自信。而在各种热搜榜上，瘦身、整容、美白、植发等话题更是具有十足的讨论度，让人觉得好像不这么做就脱离了美的资格。而这一切都似乎指向了一个单一的结论：颜值即正义。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追求美的容貌是人之常情，但是一味奉行颜值即正义，过度追求白瘦幼，忽视美的其他样态，则过于极端片面，这样的单一审美不能被鼓励。社会需要多元审美观的建立，我们需要认清美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，我们不能因为追求外在美而忽视了内在人品的美，不能因为追求年轻而忽视了阅历的美，不能因为过分追求完美而忽视了不完美的美。须知不完美更是一种常态的美，同时每个人也应该相信自己的独特，正视自己，接纳自己，不被完美主义的滤镜所绑架。就像这位脱口秀演员，他与长相和解，他能以幽默的方式自黑，其实正是他自信的表现。人们发现，相比于他的外表，自信、风趣、有才华的内在更是一种高级的美。而这样多元的审美观，就像大家所熟悉的那句话一样，始于颜值，敬于才华，忠于人品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美吧。